你说了，你还没啊？完了，看一下，这么多人，等一下用那个，在那个稻田里面抓鱼抓鸭子，咱们选个位置好点的，可以看得清楚。抢了！哎呦！哇！你在这抢鱼了？好，怎么回事？哇，抓两个鸭子，不错。完了，失踪了，他恩死子。哎，那鸭子，老鼠的鱼好两只呀！脸红不大，看见没有鸭子？这鸭子啊，看见没有这个鸭子啊？来看一下，好大！这小伙不错。把那个泥土扔上来了，哇，太夸张了。跑！这是抓鸭子，但这个鸭子太少了。散了，要这个鸭子比较多点的话，应该比较热闹。鸭子太少了，就几十只吧，应该。抢了。